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是那个陈慧琳吗？对。啊？对，她不是个女的吗？怎么是个男的？我是她男朋友，你讲。她男朋友啊？嗯嗯。她有没有掉东西啊？掉了。掉了啥东西啊？一个包。一个包啊？对。有哪些东西啊？有银行卡、身份证，还有1100块钱现金。1100块钱现金是吧？对。啊啊啊！还有嘞，还有呢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伞、充电宝，一个黑色的充电宝。哦，那还有一张承担，还有一张承担是吧？承担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可以啊。啊？5万。承担5万块。对，你捡到了是吗？对，我捡到了，你过来拿吧。你在哪？我在哪？啊。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的，天哪。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平友善充满爱的国家，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充满了爱，这就是我们美丽的祖国，这就是我们美好的中国。今天的温度开始热起来了，现在大概有23度左右，有点热了。往南京方向，希望我到菏泽换好房车之前，温度不要太高。然后换好了房车，往西藏方向，到了西藏6月份那边就刚刚好了。这两个又跑过来了。电动车、自行车，这个踩带一点电，哇！这两位帅哥跑过来了，那个，对，哇！你还带饭过来，对，哇！感谢，这个就是那个记录一下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掉了包的，一对小情侣，还特意送快餐过来，啊，有点社恐，没事，谢谢你们，没必要啊，你骑得好快啊。我这个带一点电，带点电，这样能发电是吧？哎，带一点电。怪不得我说你怎么骑这么快。我这也是这样有动力。你这个送外卖，你还故意还跑过来送过来？没事。啊，想着。啊，我吃饭，我等一下，我说一路去前面去吃。前面没有了。啊？前面没有哎。前面没有了。对。你这要骑的话，为什么要骑到高淳？高淳？对，那很远了。对，这边一路话都没骑了。啊，那感谢你这个快餐送过来。你们以后要那个钱，你那个包是怎么掉的？就放那个。他也是骑的电动车啊。啊。对。啊。然后就放在这了。放在上面就掉了。他没挂，他就放在脚边上。啊。等他到家了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包掉了。啊。然后我就没办法，就只能先去派出所先备个案。啊。备个案，然后警察就问我在哪掉的。嗯，不知道。那肯定你掉的时候肯定不知道嘛。然后我就沿路找嘛，找也没找到。那你们找怎么没找到我？但我骑过来，我怎么感觉有个包？怎么有个包啊？我一看，哎，里面还有东西。我从狼溪那边一路顺着那个道一路骑过来的，没看。没看到。对。那怪事，那肯定别人捡到过一次。嗯，捡到一次，然后放在马路边上去了，我估计。它是放在那个树根下面，我这里都有记录。它要是掉的话，它应该是掉在马路中间，它不能掉到那树根那。对对对，肯定别人捡起来就放在那个边上或者。不然我能看到。啊、哦，感谢。你们到时候看到了我是怎么捡包的哈、啊，然后怎么去核对那个包。我已经关注了。关注了哈、啊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们先忙，真的先忙，其实没必要的，真的。好，你们先忙。那你还是要感谢一下。谢谢。那你往哪边走？我的天啊！前面掉头。好，前面掉头啊！好。感谢啊，感谢。好，路上慢一点啊。好。好。哎呀，好那个的，好客气的一对情侣啊，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，越来越开心。还给我送快餐过来，送饭过来，真好。朋友们。为我们中国每一位可爱的人点赞。
因为我们中国真的是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大爱的一个国家呀。再见。那我就把这一份暖心的盒饭快餐去前面找一个宽敞的位置把它吃了，免得冷了就不好了，趁热吃。去前面，我到这个路边来把这个快餐吃了吧，坐在这里吃。我把铁锹也放下来，这个路边这个车来车往不太安全了。把这个快餐打开，感谢那两位小情侣啊，还特意为我送快餐过来，还送了两份饭，还怕我吃不饱，还比较细心啊。这对年轻的小伙子放了几双筷子，我哎把菜打开，哎呀，烧了一个蛮好的菜。我先开饭，把筷子拿起。哎呀，我先吃，吃了再给铁锹吃，铁锹晚一点，不然的话，把它放下来，这个路边是车，怕不安全。我先吃一点蔬菜。铁锹，等一下啊，我吃了再给你吃，饭都有，多得很。我和铁锹吃完了饭，现在正式出发。现在是中午12:30，正热的时候，必须骑起来，骑起来才有风。到前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微坐一下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我的这个电充满了，我要把它关了。这个太阳暴晒，电一下子就给它充满了，充满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得到不？满格。我现在把这个关下来。哎，打上去它又没满了，啊，还是把它抽上去。啊，抽上去那就12:01，那就给它充吧，应该是没满。它要达到12:06就满了，那就还差一点点，让它冲。前面就要上大桥了，阳光是越来越强烈，还好我有这个太阳能板，准备上桥。哎，进入江苏界了，哎，进入江苏界了，还上了这个桥。好嘞，我已经进入江苏了。感觉我从安徽没有两天就出来了，就进入安徽，就进入江苏地界了。这个速度好快呀，一下子就过来了。那到南京也快了，到南京明天就可能会到。他们这个地方养殖养鲤鱼是非常专业，因为他们养鲤鱼啊，他们有一手，销往全国各地。真的，他们养殖啊，确实比。好像比我们湖北还要厉害一点，我们湖北是湖泊多好养，他们这里是人工弄的鱼池，也一块一块的专业的养殖，他们有技术。当然我们湖北也有技术，我感觉这边他们更胜一筹，因为他们这是人工来弄的，我们那边是湖泊比较多，就是天然的，然后再经过人工来处理，这边就是纯人工，包括养鱼的那个池啊，都是人工来修建的，包括它换水，
加氧气，怎么弄怎么弄，它这个全部都是一体化，搞得非常智能。你换水那个管子一抽，那个水就下去了啊。我们那边就不一样，就是一个大湖啊，当然也有这种的，也有这种的，但是没有他们这么多。我们那边条件比较好一些，就是湖，你把湖围起来，一围啊，几个区域几个区域，这是你家的，那是他家的啊，一年给多少钱你就在这里养，是吧？他们这里就技术还是挺牛的。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快餐吃多了，我想进到这个村子里面看看有没有公厕。哎呀，这个村子能进去吧？哎，进去能出得来不？这个是什么村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村子里面有没有公用的茅厕？看看有没有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鸡舍。哎呀，我要进到人家家里去了，我感觉好像找不到，好像那边没有路了吧。哎，阿姨，那边还有路吗？有路啊。好，我从这边过去。啊，我这个旅游的，我有路啊。好好，谢谢。我就往前面，其实我想问呢有没有公厕，我又不好意思问，不好意思问了。其实应该脸皮厚一点，该问就问，对吧？说不定他给我指路了。我遇到下一个人我就问。哎，这边宽敞一点了，这边宽敞一点了，估计找茅厕找不到啊，找茅厕肯定找不到，但是可以找到人家家里去，是一定找得到。啊，那个直接进去就是人家家里，那、哎、不行啊，咱们是找茅厕。这边呢？这边有没有？我看一下。这边那边不行，那这边，这边应该可以。那边是到了菜地了。这边也没有，哎，我闻到茅厕的味道了，但是不知道茅厕在哪里。难道是种菜的味道吗？有可能是种菜的味道。哎呀，出来了出来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个村里面有没有公厕啊？公厕？啊，有啊。在哪个地方？公厕那边呢，就是这个房子呢，这个房子后面，这个房子的后面，就这个房子的后面，你从那边路上，大马路上过去，马上到了就有公厕了。好好，谢谢。你这个在干什么呢？我旅游。啊，好嘞，谢谢哈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公厕都两三个一个车上。啊？一个车上到两三个。两三个。一个在后面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哎呀，可把我憋坏了，终于。找到了，他在这个房子的后面，我就是从那后面转过去的，我没看到啊，说不定在公路边上那边。哎呀，这边还是敞篷式的，没有包厢的啊，这边是敞篷式的，算了，敞篷就敞篷吧。好嘞，呼。很想在附近找个湖啊，找个江，找个河啥的，找到之后准备烧水洗澡。真的，这一路看不到湖，也看不到江了，也看不到河了。我想看一下进哪个村，进这个村去看一下，找个村庄看看有没有湖水，
或者是卫生间。今天晚上想洗个澡，我看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找得到，我也很期待。我进到这个村里面来，还真的发现一个鱼，一个湖，小湖，小塘啊，小池塘。然后就是这个水干不干净，我有待检查。我们先进去看一看，这个村庄感觉还是蛮大的，看起来好多房屋。来，一进来就是这边有一个漂亮的白色房子，这里可以有一个楼梯可以下。我们先到前面看一看，说不定有卫生间，卫生间的水更干净了。然后再参观一下这个村庄建设的怎么样。哎，有卫生间，好棒。有没有水呀、啊？有水，这卫生间的水还蛮大。有水有水，这边是南侧。挺好挺好，这里很不错呀。哎，那里还有一个充电桩啊！这里还有一个充电桩啊！这不是更完美吗？嘿、hey, ，今天晚上不走了，是好的，新的，是好的。这边不要说没通电哦，感觉像新建的，螺丝都是新的，不要说没通电哦，朋友。走起，从这边走，那边走吧，这边走。这边走。哎，大叔，那个充电桩是好的吧？干什么的？啊？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哎，这边啊？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？你干什么的？骑行的。骑行啊？啊？旅游的。旅游啊？嗯。那个、这里是什么游啊？那个充电桩是可以用吗？是好的吗？有吗？你可以旅游啊。嗯，旅游。路过你们这边。这个干什么的？睡觉的。啊？睡觉的。睡觉。笑的。是啊，那个充电桩是新的，是它有电吗？有电。有电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晚上就在这里过夜了。这个里面黑社会挺多的。把我都弄紧张了，刚才。这个村叫跃进村。我现在拿这个头试一下，看它有没有电，能不能用。如果能用我就用上，不能用就不用。这个充电桩是好的吗？充电好的。好的、啊、OK， 谢谢。好嘞。来试一下有没有用了哈，好像现在充上了，灯啊手机啊都给它充上了。我看一下充一个小时看能不能充满，其实我这个电是满的。哦，关了，这个电是满的。我今天骑了40公里，现在已经快五点了，4:55了，马上就五点钟。它这边太阳还这么高，我先充一个小时电吧，如果充满了今天晚上就继续赶路，如果没充满那就在这里过一夜。这里电让它先充，我们去那个提桶水把这个车子给它洗一下，抹一下。车子这两天下雨下的弄得好脏，正好这边有水。
铁枪，回来。好了，车子洗干净了，洗得一尘不染，很漂亮。接下来就是我洗澡了，现在天太阳还没下山，我现在洗冷水，去那个卫生间里面洗。拿好了衣服，拿好了毛巾、香皂，去那里洗澡去。拖鞋也换了，今天电也充了，爽歪歪。澡洗好了，这个还好，保持得很清爽。准备来洗衣服了，我去把洗衣粉拿过来。洗衣服。衣服洗好了，哎，准备拿去晒起来。现在5:30了，太阳还在天上，估计明天早上就全部干了。现在车子已经收拾干净了，里面搞得香喷喷，晚上睡觉这里宽敞了，摆规整了，晚上这里热闹了，这里的阿姨们开始要跳舞了。这么多阿姨大叔们在这里参观啊，今天特别的热闹，跳舞的跳舞都来看我这个里参观我的小房车，很好奇啊。让这几位大姐美女猜一下我多少岁，你猜一下。我猜一下你25。她猜我25。你是说的实话还是说的假话？你说的是实话吗？你骗我的吧？我不骗你。好，你们这几位阿姨猜一下我多少岁。你们猜一下。那不像岁数啊，26、25，你们30岁是吧？您说25、26，您说30岁左右啊？您呢？跟我儿子差不多。你儿子多少岁？我儿子今年35。35是吧？虚岁。那您说的是实话吗？是不敢说年龄大，还是故意说小？不是。那我真的是实现了，我是越游越年轻，我48岁了。48。你看。48岁的。不相信。你不相信啊？我儿子20。你儿子最大都看到你30岁都不到。我30岁都不到。哎呀，这些阿姨好像没有说假话哦。你们有没有说假话？我都不知道。没有啊。我是越游越年轻啊。我到西藏可能会更年轻。你这个人年轻哎，你心态好。对，心态好。哎，心态好也年轻哎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刚才那一位，他说我只有20几岁，我被他笑死。现在是晚上的8:30，他们人都全部走了，这里就安静了，我可以进到里面休息了。今天小房车收拾得非常好，非常整洁，
被这一群阿姨大妈们逗得特别开心。他们都说我20多岁、30多岁，说我这么年轻，难道我旅游一下就变年轻了吗？啊，越游越年轻啊！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，但是我问了几遍，他们说他们是认真的，是认真的。那我就感觉游一下，好像游年轻了，不像那个夏夏那个小女孩，28岁变成58岁，我是越游越年轻，反着来的，这样真好，我觉得心态好就好。然后那不能像他一样，他是徒步徒通宵，咱们是该休息的时候晚上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白天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，对吧？我们合理的安排时间，这样就不会糟蹋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在外面一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是吧？赚多少钱那些都是排在第二，安全要排在第一，对吧？今天在这里非常好，房车收拾得整整洁洁，弄得很香，他们都过来参观，一过来哇，好香好香，对吧？然后搞起来，今天这样睡觉很好啊，很宽敞啊，我这样摆起来，现在摆得很好了，我不用那样叠起来了，我就把它推到里面啊，这样子拍起来，这样睡觉很好了，宽敞了，睡两个人也可以啊，我这边睡这边也可以睡一个人，说实话睡两个人都可以，只要把它规整好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睡袋可能到时候也打包了，等我那个毯子干了之后，这个睡袋就把它打包起来，然后用毯子睡觉。好了，明天就到南京，到了南京之后，然后看要不要休整一天，我估计不用休整了，因为我在这里都该洗的都洗好了。到了南京之后直接往菏泽方向，到菏泽换好房车就直奔西藏，到西藏就要挑战那边的高原各种坡了，那就是要看看我的那个叫什么，看我的耐力了。到时候去那边可能没水，缺水，电的话没关系，电加一块太阳能板，到时候没水估计刮胡子都不好刮了，到时候我的胡子一长起来可能长长了，这样啊，胡子好了，明天我们南京见，朋友们，明天南京见。今天早点休息，今天也没直播，今天来这里就是把这里大扫除全部搞好了，清爽了，很舒服。明天我们南京见，拜拜。